工人在干嘛啦？工人在干嘛？妨碍自由哦！警察，工人在妨碍自由啦！警察先生，我要报案，那个工人妨碍自由，穿警方逮捕他，快点！穿卡其蓝色短裤。这边的警察都不给报案的，是不是？二杠一星的在干嘛？二杠一星戴眼镜的在干嘛？金色腰带的，我们在报案呢。警察先生处理一下。我去派出所看一下汗衫。好，OK。